大家好，我们这次是华为 P40 Pro、小米10 Pro、OPPO Find X2 Pro、三星 S20 Plus 的拍照对比。本来想做一期华为 P40 Pro 完整的评测，但很多朋友很热切的私信给我，说想看看 P40 Pro 拍照到底怎么样。加上在评测过程当中呢，相机部分受限于时间，经常点到为止，不够过瘾，所以我们就出一期这样的专题吧。这次参与对比的四款机型都是安卓当中的拍照皇者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参数表。参数呢，我们就不再赘述了，想打嘴炮可以暂停画面，然后随便互喷。那么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实测表现吧。先看主摄白天逆光场景之下， OPPO 亮度最高，细节最多，三星最差。不过三星拍出来的晚霞最好看，而华为呢跟小米差不多。这感觉哪里不太对劲儿， MX700 没有发挥出来啊。放大看一下，如果硬要比的话，华为的暗部细节比小米好那么一丁点。再来一张白天的，可以看到三星的蓝天拍的最好看，其次是 OPPO， 小米呢轻微偏紫，华为是直接把蓝天给拍没了。我大珠海好歹是宜居城市吧，你说我要是这么一拍发了朋友圈，别人还以为我在北京呢。放大来看一下小山， OPPO 三星细节比较丰富，但是有明显的锐化痕迹，小米和华为看起来比较自然，不过小米亮度更高，P40 Pro 在这里垫底了。我还能怎么说呢，来人，先把场地、工读生、米猴的帽子给我找出来吧。拍远景很尴尬，那我换个花花草草。哎，这张图片是集体翻车啊，四张里面只有 OPPO 比较接近真实，小米、华为是红成了一坨，而三星呢是黄成了一坨。经过内部讨论，我们觉得这应该是白平衡算法的问题，而不是 RYYB 猜测错误，因为连小米也翻车了嘛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请先把我的米猴和工读生两顶帽子摘了。室外拍完了，我们来室内看看。没想到啊，三星你个浓眉大眼的，居然第一个翻车。S20 Plus 可能是触发来去第二，白平衡直接歪了，其他三代国产都挺稳的。我们来到小米之家拍 logo 灯箱，华为翻车最为剧烈，毕竟八字不合嘛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小米10 Pro 紧随其后，高光过曝，颜色也死了，最准确的居然是 OPPO。 下面再来个复杂的混合色温，OPPO 小米双双翻车，三星最为准确，细节最多，华为其次。小结一下，在白天场景呢，华为 P40 Pro 没什么优势，可能因为刚刚上市，各项参数特别是白平衡还没调好，翻车的概率有点高。 OPPO 和三星相对稳定，当然了，这个差距幅度都比较小，因为白天的进光量太充足了。这么看来，那我大概是个场地或者是工读生咯。下面我们看一下主摄的夜景表现，第一张直接人仰马翻，小米的亮度最高，华为亮度最低，这不科学。我们放大看一下，毫无疑问，三星最菜，因为噪点最多，细节也糊了，亮度又低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的团队产生了分歧，我觉得右上角的小米有点涂抹，不过颜色最自然，但也有很多同事选了左边的 OPPO 或者华为。那么各位观众可以把你们的评论或者弹幕打出自己的意见。我们又多拍了几张，那么这张带高光灯箱的照片为我们揭示了一些原因。华为呢依然是亮度最低，但是它的高光压制是最好的，OPPO 是直接扑街了，小米三星略有过曝。如果放大来看，华为毫无疑问的是第一，因为小米的暗部直接拍虚了，三星的高光压制呢不如华为，所以华为在 P40 Pro 上应该调整他们的夜景策略，不再一味的追求亮度，而是要暗部细节也清楚，这足以说明他们在夜景算法上的领先优势，因为跟着超华为的都没刹住车，华为转个弯他们就全掉沟里去了。不过在镀膜上呢，国产手机还是要加强，我们拍了两组灯泡，可以看到除了三星之外都有不同程度的鬼影和炫光。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广角，拍了两组样张之后呢，就不想再拍其他的场景了。华为广角端的硬件就是碾压性的优势，1.54:1的 CMOS f1.8 的光圈，打小米三星就跟捏橡皮泥似的。 OPPO 这次虽然发狠，上了个 MX586 做超广角，但是光圈太菜了，只有 f2.2， 面对 P40 Pro 完全不能打，只能老实的当个万年老二。接下来是长焦部分，华为 OPPO 是光学棱镜，俗称望远镜，而小米三星呢是数码裁切的。在5倍的模式下，华为最自然， OPPO 的灯箱字体不够立体，小米的锐化痕迹很明显，三星最菜。我们直接拉到10倍变焦，可以看到华为 OPPO 一马当先，细节最多，小米呢差距不大，三星垫底。再来个极限50倍，当然这里要注意的是，三星其实最高只能拍到30倍，结果也跟上面差不多，华为的细节最多，但是锯齿严重，OPPO 的细节少一点，但是观感最自然。小米在汽车进气口的部分出现了疑似像素干扰，
这个结果还是比较让我吃惊的，因为在经过数次重大的 OTA 更新之后，小米的这种数码裁切居然没有特别落后于棱镜变焦，可见在相机这一块，小米的软件团队是真的玩命了。而 P40 Pro 的超长焦很明显还没有调整到最佳状态，没有跟 OPPO 拉开差距。三星那就没得说了，长焦就一个字，菜。接下来是10倍变焦的夜景，这个时候华为又威风起来了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得益于进光量和强力的算法， P40 Pro 是这四台手机当中唯一能拍出灯箱内容的，其他手机全部扑街。而在另一项极限对比当中，只有华为能把灯箱的字拍得相对清楚，虽然这个色彩是猜得很离谱了，但至少你还能脑补出它写的是啥，其他的你根本就糊得不能看。当然了，强如华为到今天也没解决多焦距的白平衡问题，五倍十倍这两张照片颜色就是两个样，当然这一点算我吹毛求疵，因为其他手机连拍都拍不出来。总结一下拍照部分吧，白天成像的 MX700 没有立竿见影的提升，而且翻车概率有点高，虽然后果不是很严重。 OPPO 呢在白天很稳，小米 OTA 几次之后进步非常明显。而在夜景上，华为不再疯狂的拉亮度，而是注重整体画面的观感，其他三家一遇到灯箱夜景那都会翻到沟里去。国产的镜头镀膜呢也都需要加强。而在超广角段，华为优势非常大，因为其他三台的硬件基础就比较菜。在长焦段，华为没有特别的领先，细节没有调试到最佳， OPPO 发挥稳定，万年老二，小米的进步非常明显，三星垫底。而在10倍夜景这种极限条件之下，华为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，其他三台已经都拍不出来了。我们再看一下视频部分，画质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区别，但是在防抖上小米做的特别糟糕，华为 OPPO 的视频防抖有非常强的实用性。那么我们的最终结论是， P40 Pro 的拍照没有特别大的惊喜， MX700 提升并不明显，但它在综合上确实是第一，极限条件下非常的稳定。华为现在已经在无人区自己摸索了，那进步慢也是正常的。小米呢，进步速度最快，数码变焦的效果直追光学变焦，但是确实干不过华为和 OPPO。 OPPO 是一直追着华为打，但是真的需要加强算法，不然你老是当万年老二有什么意思呢？三星其实拍照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唯一的问题在于对手进步实在太快了，那我们只能讲一句，时代变了大人。那看到这里，如果你一定要看狮子老虎打架谁厉害，我已经给出了结论，不管你是去网上喷人还是吹牛逼，我相信这条视频已经给你提供了足够多的炮弹。下面我们来说一下这台手机都存在的一些问题。首先就是在他们发售的时候，相机软件都没有调好，至少都要等一个月的时间，好几次 OTA 之后，相机的成像质量才开始提升，甚至会像小米10 Pro 这样，从一个脑瘫病人突然变成博尔特，这对于消费者来说实在太不公平了。更操蛋的是，这是一个全行业一起干的坏事，厂商之间互相比烂，甚至操纵舆论，搞得好像手机刚发售的时候你去对比拍照有失公允，我看你们是对消费者有失公允吧。其次呢，拍静态图片上手机很明显已经到了瓶颈期，小米和华为上了这么大的底，但是镜头等组件完全跟不上，边缘劣化非常的明显，以至于华为采用了裁切的办法来规避这个问题，但是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？你用了这么大的底又给裁了，意义何在呢？不过在视频创作方面还是有非常多的潜力可以挖掘，毕竟视频才是互联网的未来，用户一定会从图片转向视频内容创作，比如我们在这里要点名批评小米，虽然相机部门累死累活的把拍照给优化好了，但你们的视频防抖真的太拉垮了。最后呢，我们要说一下华为的屏幕问题，我这台 P40 Pro 是 LG 的屏幕，但也有朋友比如像大米评测买到了京东方，那抽奖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说了，不换屏而换不均，对消费者很不公平。更关键的是京东方的显示质量真的比较菜，我看大米的数据屏幕的亮度差异性高达100尼特，而我这台 LG 呢也有偏色等问题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个非常简单的逻辑，拍完照片你是要在屏幕上看的，所以屏幕是相机系统非常重要的一环，你拍了一张好照片在一个烂屏幕上看有什么意义呢？白平衡再准确，细节再好，配一块偏色的小黄鸭排列，那你有什么优势？当然有很多人洗地说屏幕差异看不出来，那我就回你一句，相机的差异你能看出来吗？如果你不承认华为的屏幕差，那你也绝对感受不出来华为相机的好啊。今天视频内容有限，我们就不做多的讨论了，后续我们还会出一期华为 P40 Pro 的体验视频，欢迎大家到时候收看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。